这白秀才应该是赶考落榜，没脸回家，这才整日买醉。不对，要我说，这白秀才必定是家里死了人，估计是路上遇了劫匪，受不了这刺激才会如此萎靡。酒坊内的众人记不得这白秀才来买了多少次酒，此刻看着对方那颓废的模样，都在猜测感慨。这嘈杂议论之声传入青年耳中，他如没有听到，摇摇晃晃的走到了酒坊柜桌前，把手中的酒壶放在上面，声音带着慵懒，喃喃开口：“店家，来一壶仙人醉。” 你们这里的仙人醉是个好东西。酒坊的店家是一个老人，这老人穿着一身青衫，看着眼前这消沉的青年，叹了口气，沉声说道：“白秀才，年关临近，把你的银钱留着，赶紧上路回家吧。”家青年怔了一瞬，又笑了，只是那笑容带着茫然，更有一丝痛苦。他猛地从怀里取出一大把银钱，拍在桌子上：“店家，你欺负我没钱吗？”酒坊店家皱起眉头，眼看着青年不识好人心，有些不悦，拿过银钱装满酒壶扔了过去后。 便不再理会。青年接过酒壶，目中露出一抹贪杯之意，赶紧喝下一大口，脸上有些异样的红润，目中越发迷蒙，可脸上却露出笑容，晃晃悠悠,悠地往酒坊外走去。酒坊内的几个孩童，此刻追闹中到了青年身边，眼看青年这么一副样子，都绕着他玩耍，时而童音传出，呼唤着酒鬼。青年没有理会，走出了酒坊后，外面的天色已暗，秋风更寒。看去时，四周的屋舍，家家都有灯火，唯独他的心中一片漆黑。 在那无精打采下，这心中的黑色也蔓延了双目，一片浑浊中，他的身影渐渐摇晃的走远，直至到了一处破旧的庙宇前，才倒了下来，靠着庙宇的墙壁，拿着酒壶，一口一口。秋风更寒，四周的风声也越大，好似呜咽之音回荡在耳边，吹着满地的枯叶，在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有那么一些被卷起，落在了青年的身上。青年怔怔的看着落在了手背上的枯叶，这叶子将他手背的一处细小的，如同被火苗灼伤的疤痕遮盖了。 浩儿青年低声，内心的悲伤在这一刻又浮现出现。他只能喝着酒，用这仙人醉来让自己沉浸在那醉醺醺的迷糊中，沉浸在醉意里。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忘记过去的悲伤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他就是白小纯，曾经的快乐，曾经的嬉笑，似乎如这季节一样，夏天过去了，秋天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了所有。一同消失的，还有他的家。随着整个通天世界的崩溃，那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是他失去意识前。 最后听到的轰鸣，一切的一切，在他于这个陌生的世界苏醒后都没了，家没了，逆河宗，李清后，红尘女，宋君婉，所有都没了。好在天尊似乎也没了，只是在做完这一切后，白小纯没有复仇的快慰，有的只是心中的悲伤，已经化作了大海，将他淹没在内。他也想振作，甚至在被传送到了这片仙域后，他用了数月的时间，用自己的所能，用自己的修为，用自己的神识，尽自己一切能力去寻找。 可他找到的全部都是尸体，一次又一次。那一个个通天大陆的众人在被传送出的同时，因承受不住而死亡的尸体，成为了白小纯的梦魇，成为了他颤抖的泪水，成为了让他失去了一切振奋的一击。找了数月，那数不清的尸体，有原因，甚至也有天人，这让白小纯崩溃了。他不敢找了，不敢在这寻找的过程中去想象自己有一天看到李青后，看到红尘女，看到宋君婉，看到所有熟悉的人死亡的身躯，白浩的陨落。 守灵人的计算，杜凌飞的泪水，世界的崩溃，乃至最终的一具具尸体，让白小纯承受不住了。最终，在这小县城中，心灵疲惫的、生不起力气的他，默默的醉生梦死。他本就不是如天尊那样野心勃勃的大人物，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只是一个想要快乐的、寻找长生的白小纯。如果还活着，你们在哪？白小纯嘴里含混呢喃着，苦涩中闭上了眼，醉睡过去。第一千零三十集：庙里的故事，故事外的人。 清晨，远处天空的白芒好似雨堵一般慢慢扩散。它周围的云原本是黑色的，可却在这霞光中肉眼可见的成为紫灰色，又慢慢的变红了。霞光渐渐万丈，穿透一切云层，映照在这世界的同时，有一老一少两个身影从远处的山林内走来。那老者穿着一身道袍，一身结丹修为尽管收敛，可还是从其如闪电般的目中透了出来。至于其旁的小童，则只是凝气而已。二人一路来到了这处小县城的残庙前。 那小童一眼就看到了醉睡在角落里的白小纯，眉头微微一皱。世间多凄苦，得不到大道者，一生如蝼蚁，理他作甚？老者摇头，带着小童走入庙宇内。这庙宇寺曾经被火烧过，很是残破。师尊，就是这里吗？此地就是当年天火降临的地方。你在这里感受，可让你的引火诀更上一层。老者点了点头，望着四周的残缺，叹了口气。这里曾是一处永恒之母的寺庙，感受前。 你先去拜拜永恒之母。永恒之母，小童神色一正，立刻向着庙宇一拜。师尊，永恒之子与天外之敌的传说是真的，我们抬头看到的就是天外之敌，对不对？小童抬头看着自己的师尊，忽然问道。他心中已有答案，可还是想要问一问。这在他眼中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师尊。师徒二人的声音渐渐传入白小纯的耳中。白小纯慢慢的睁开了眼，又是一夜宿醉，让他的头有些痛。睁开的双眼。 也都很是朦胧。随着慢慢清醒，记忆的浮现，让他的心又开始了刺痛与茫然。经历了被逼迫的与杜林飞融合，经历了弟子在自己眼前的死亡，经历了一系列的算计，又经历了天崩地裂后世界的灭亡。可以说，白小纯的经历是他的很多同龄人永远也都无法想象的。这一次又一次的事情，让他迷失，让他苦涩，让他痛苦，让他茫然。似乎只有在那醉了后，在那模糊的梦里，他才可以找到失去的幸福与快乐。而在清醒后， 当他抬头看着那与通天世界完全不一样的苍穹，他的颓废就控制不住的升起，化作了消沉。对于这个大世界，白小纯在这数月里，从人们的话语中已经知晓，它叫做永恒大陆。就连凡人也都知道，这片世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永恒大陆实际上是一朵永恒之花。这朵花太大太大了，它的五片花瓣就是五片地域辽阔、堪称无尽的仙域。人们把永恒之花称之为永恒之母，众生对其歌颂赞美。 前程，就算是在这小县城内，也都有永恒之母的寺庙，如白小纯身后的这座，在多年前被天火燃烧，成为了残破，再没有被焚烧前，这里就是永恒之母的寺庙。传说中，人们居住在永恒之花的花瓣上，无数年来，似乎从这个世界有生命诞生开始，就始终这样。而在这五处仙域的中心，那里被称之为永恒海，永恒海上雾气弥漫，凡人不可靠近。传说中，在那永恒之海的深处，曾经竖立着三座巨大无比的雕像。 这三座雕像，他们被称呼为永恒之子，依旧是传说。在很久很久之前，三位永恒之子与天外之敌进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那场战争的结果是天外之敌沉睡，而三位永恒之子则化作了雕像。这个传说在整个永恒大陆流传了不知多少年。原本任何一段神话都会在流传的过程中渐渐消散，又或者是变了模样。而最大的可能，而是会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传说，不会去相信。 可偏偏关于三位永恒之子与天外之敌的故事，却从始至终都没有消散丝毫，更是让这永恒大陆上几乎每一个凡人也都无比的相信，这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白小纯拿着酒壶喝下一大口，听着庙宇内那对师徒二人的谈话，渐渐抬着头，怔怔的看着天空。他半年前第一次苏醒，抬头看着这片陌生的世界的苍穹时，他整个人脑海都掀起了轰鸣，甚至有一种荒诞的感觉。即便是现在。 他已经熟悉了这天空的不同，也听到了关于这永恒大陆的历史传说。可他依旧还是每一次看到，心中对此都泛起无尽的波澜。这里的天空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天空上，在遥远的相对的两个方向，苍穹中能看到各有五座巨山，任何一座似乎都能与仙域齐高。而在这两侧的五座巨山之下，则存在了一片大陆，准确说是竖着的大陆，甚至比任何一处仙域都要庞大。巨山也好，竖着的大陆也罢，他们都没有根。 也不是屹立在永恒大陆上，而是凭空的出现在苍穹上，仿佛存在于星空中。这哪里是什么山峰与大陆？这分明是一个身体庞大到了无法想象程度的巨人。他抬起的两只手，白小纯心中喃喃，看着天空。这是他数月前第一眼看到后内心最直接的感受，同时这也是哪怕孩童也都明白的历史。因为在这天空上，除了那两只大手外，还有半张面孔。这半张面孔似乎在星空中距离这里太远太远，可依旧。 还是能让人看清其模样，充满了威严，充满了肃杀，更有一股狠厉之意弥漫其中，触目心惊。这半张面孔永恒的浮现在天空上。如果说巨山与竖着的大陆在白小纯最直接的感受里是两只大手的话，那么他数月前第一次看到那半张面孔时，他内心最震撼的画面就是在那永恒大陆外的漆黑星空中存在的那个庞大无比的巨人。这巨人太大，只是半张脸就足以成为永恒大陆一半的苍穹，而他抬起的双手。 显然是要将这永恒大陆直接拍成飞灰，他就是与三位永恒之子一战的天外之敌。白小纯的耳边传来庙宇内那结丹老者对其弟子述说的声音。传说，这位天外之敌毁灭了整个星空，直至在永恒大陆外被三位永恒之子以死亡为代价将其封印，陷入到了无休止的沉睡。传说，在未来的某一天，这尊巨人将会从沉睡中苏醒，当他睁开眼的一刻，将会灭去他所看到的一切存在。 白小纯拿起酒壶，喝下一大口，脑海浮现这几个月他听到的故事，想到了古州第一层的那幅巨大的雕画，画面的一切所描述的正是这段传说。传说三位永恒之子在封印了天外之敌后，因这片世界存在了肆虐的波动，所以他们将各自的族人都收入到了身体中，随后化作了三座庞大的雕像，屹立在永恒海的深处。庙宇内，老者也正向着其弟子说起了这段历史。传说这三位永恒之子，他们的身体内形成了世界。 他们最后的生机，让世界有了生命，从而诞生了众生。而他们的族人，则成为了皇族，一代代引导、统领、开智，让众生渐渐步入正轨，踏入修行。传说，若干年后，第一尊永恒之子化作的雕像崩溃了，从雕像内走出了一个世界的人。那些人在看到了永恒大陆后，看到了天空的异象后，他们没有了刚刚走出的喜悦，而是在这永恒大陆上，在他们的皇族帮助下扎根、生存、繁衍。庙宇内的声音陆续的传来，白小纯听了后想笑。 可却笑不出来。尽管这个故事，他在这数月里已不是首次知晓，可每次听到，他心中的风暴与震撼，远远超出那些说故事的人。人有喜怒哀乐，故事有悲欢离合。看到有人预言本书从此会悲剧，而帅我小袖一甩，大吼一声：“哪个敢说是悲剧？绝不可能！我以我的帅来做抵押。”第一千零三十一集，那一丝温暖。最终，这个世界的人形成了强悍的势力，一代代传承至今。他们就是邪皇朝，也是如今永恒大陆上。 两大皇朝之一，更是最强的势力。传说，邪皇朝也注意到了另外两尊永恒之子的雕像。他们知道，早晚有一天，那两尊雕像也会爆开，会从其内走出另外两个世界的众生。为了对付共同的大敌，邪皇朝欢迎这两尊雕像之人的出现。可很快的，在邪皇朝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第二尊雕像竟也崩溃了，里面的人被传送到了永恒大陆的各个区域。但他们的理念竟不是对抗大敌，而是相互残杀。邪皇朝无奈。 只能与其发动战争，而这第二个雕像内的皇族竟出现了首个太古境强者。好在我邪皇朝的邪皇也在那个时候突破，最终为了不造成生灵涂炭，于是达成了平衡。庙宇内，老者的声音带着感慨，悠悠传出时，白小纯喝着酒笑了起来。这种蒙骗众生的把戏，白小纯一眼就看出端倪。这分明是邪皇朝欲独享永恒大陆，而第二尊永恒之子的雕像崩溃的又太早，以至于邪皇朝没有完全准备充分。 于是，第二尊雕像势力在不断的聚集中、不断的抵抗之下，慢慢站稳脚步。邪皇朝无奈之下，才与其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从而形成另一方势力。这就是圣皇朝。这个世界原本还会出现第三个皇朝。庙宇中，老者摇头，似叹了口气。我知道，师尊，那应该出现的第三个皇朝是魁皇朝。前段日子，大家不都在说第三尊永恒之子的雕像崩溃了吗？小童的声音传入白小纯耳中，白小纯低下头。 拿着酒壶的手颤了一下，可惜第三尊永恒之子的雕像，这本应该出现的葵皇朝却崩溃的太晚太晚。太晚在如今的永恒大陆上，我邪皇朝已统领三个仙域，而圣皇城也有两个仙域，已没有了葵皇朝的立足之地，也就注定了这葵皇朝的人只能成为两大皇朝的养分，进而壮大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的天外大敌，而道貌岸然的圣皇朝软弱无比，只有我邪皇朝强悍，才可让永恒大陆长存。我们。 才是永恒大陆的希望。老者声音带着狂热，坚定的回荡。白小纯沉默，拿着酒壶的手在发抖中，慢慢抬起，又喝下一口。只是这一刻，心中的苦涩却是酒水也都无法麻醉的。他知道自己所在的小县城是在邪皇朝的第三仙域上，永恒大陆的五大仙域大小相差无几，任何一个仙域的磅礴都远远超过通天世界，甚至通天世界也只是堪比仙域中的一个州而已。五大仙域各自都有十几个州。 而每个州内又都有数十个郡，每个郡中存在了数百个大大不等的城，如白小纯所在的这小县城就是其中之一。而这永恒大陆的两大皇朝，修士与凡人之间的关系，比之通天世界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这里，修士管理凡人，管理土地，往往一个仙域会有一位天尊坐镇首府，震慑天下的同时，其麾下的半神则是仙域内每一个州的管理者。同样是每一位半神麾下的天人境强者去坐镇郡府。 至于那大大小小的数百个城池，有的是元婴坐镇，而小一点的城池，有势力的结丹修士也有可能获得资格，并不是每一个天尊都可被外放成为仙域之主。整个邪皇朝也就只有三位天尊有这个资格，而其他几个天尊则只能留在邪皇城内。至于邪皇，则是在其邪皇城内统领全部范围。这就是永恒大陆白小纯心中低语：这里无论是范围的广大，还是强者的数量，都绝非通天世界可比。即便是强悍如通天道人。 他的实力在这永恒大陆上，再没有真正突破成为天尊时，也仅仅是众多准强者之一罢了。只有成为大成境，真正敬为天尊，才可以在这永恒大陆中算是一方强者。而天尊之上还有太古境，这必然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境界。毕竟整个永恒大陆，太古境只有两太皇者，而准太古，在白小纯看来，要么就是天尊大圆满的尊称，要么就是进阶太古失败的称谓。不知哭笑鬼脸是什么来历，白小纯摇头，这些事情。 他每次想起，也只是想起，都觉得没有必要深思。疲惫中带着挥不去的悲伤与茫然，渐渐的又浮现出了一幕幕面孔。那些都是他在通天世界里挂念的亲人与朋友，只是白小纯已经找不到他们了。刚刚降临时的那几个月的寻找，那一句句带着通天世界气息、有的陌生、有的熟悉的尸体浮现眼前。白小纯身体颤抖，抬着头看着苍穹，苦痛越来越深。不知什么时候，庙宇内的老者与小童已经离去了。临走时。 那小童目中掩饰不住的喜悦，显然他在感悟萤火之法上，在这庙宇中已有收获。太阳升起、落下，周而复始。白小纯靠在庙宇的墙下，沉醉在茫然中，仿佛沉睡的人始终不曾苏醒。他每天只有在酒没了的时候，才会摇摇晃晃的去酒坊买酒，随后就靠在庙墙下，看着日出日落，看着天空上那陌生的苍穹、陌生的十座山峰、陌生且狠厉的半张面孔。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白小纯自己都忘记了时间。 他的脸上胡茬越来越多，衣服也越来越脏，已成了灰色。他甚至已经不再去回忆了，不再去考虑那些让他刺痛的记忆，整个人似乎陷入到了一种空灵的程度。即便是一片枯叶落在眼前，他似乎也都能凝望一整天，仿佛能看到这枯叶的一生，看到他的喜怒哀乐。而他最喜欢看的，还是在夜里时，在他所在的位置去看整个小县城时，那家家户户的灯火，每一盏灯火下都是一个家。他看着看着，眼泪已经干了，只是心中的灯火却始终熄灭着。 无法随之点燃，直至在这秋夜的一天，苍穹雷霆轰鸣，豆大的雨水带着秋意的深寒从天而降。在那雨夜里，白小纯看着天地，看着那扑面而来的雨气，他的身体首次感觉有些寒冷了。只是在这寒冷中，他不知是不是错觉，竟觉得右手上白浩陨落前化作的火苗灼伤的地方，竟传来了一丝微不可察的温暖。温暖，白小纯张了张口，过了一会儿，才从嗓子眼里挤出这两个字，仿佛已经麻木到迟钝了，缓缓低下头。 乱糟糟的头发垂下中，也遮盖不住他目中此刻交错在混沌中的错愕，还有就是他慢慢但却越发急促起来的呼吸。温暖，白小纯身体颤抖着喃喃，缓缓抬起右手放在了眼睛，目中在这一刹那露出的不再是这段日子的黯淡，而是露出了惊人的，在这夜里好似闪电一般的精芒。在那目中的深处，此刻似有执念在爆发，似有大浪在翻滚。温暖，颤抖变了腔调的声音传出时，白小纯的右手控制不住的哆嗦。 他的神识在这一刹那轰然而起，全部凝聚在了他的右手内那印记之上。这曾经被他多次施展，却始终没有半点察觉的神识，这一刻在涌入印记的刹那，白小纯的眼中干枯的泪水再次溢出。浩没死！白小纯心里激动狂喜，外面的雷霆也都无法超越他此刻心神中的风暴。他察觉到了白浩的气息，甚至感受到了在这印记内白浩的一丝微弱到了极致的残魂。这残魂如同风中的烛火。 微弱中却显出不肯熄灭的倔强与无法言说的坚强，透着执念，只是太虚弱了。或许漫长的岁月之后能逐渐的恢复，可如今的状态似乎一阵寒风都可让其飘摇。白小纯强抑着颤抖，左手按在了右手的印记上，死死拢在胸前，低头凝望着他胡子拉碴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呵护仅有的珍宝。在这风雨寒夜里，他的脸上来到这片永恒大陆后第一次出现了发自内心的笑容。第一千零三十二集。 打劫白小纯，浩二白小纯喃喃，在那激动中，如同一个孩子般，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这笑容当初在通天世界时，经常能在白小纯的脸上看到，可如今在经历了一切后，已经成为了宝贵。在这颓废中，在这消沉里，白浩魂的波动犹如黑夜里亮起了一盏灯火，使得风雨寒夜内的白小纯在那寒风中感受到了温暖，一如当年师徒二人在蛮荒的炼灵铺内相依为命的回忆。在这小县城里，在这残庙内，当初阳升起时。 白小纯彻底醒来，他双目开合的刹那，就立刻看向自己的右手，似乎生怕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场梦幻。直至他看着手背上的疤痕，一次又一次的神识感受后，他才长长的松了口气。白浩没有死，或者说他没有彻底的灰飞烟灭、魂飞魄散。或许是守灵人最后的手段，又或许是白浩的执念，使得白浩还剩下了一丝残魂。这残魂就是当初白小纯一把抓去时，那落在他手背上的火苗。只不过这火苗太微弱了。 随时可以消散，尽管融在那疤痕内，可白小纯的心不静。在那一连串的波澜风暴下，他无法察觉到这疤痕内微弱至极的魂的波动。直至如今，在这小县城内，在那消沉中，在那苦涩下，在那日出日落间的漫漫死寂中，他终于的感受到了疤痕内那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波动。浩儿，你还陪着我。白小纯口中念叨着，笑容里有心酸，也有悲伤。他拿起酒壶，下意识的就要喝一口，可酒壶已空。浩儿，这里的仙人醉。 是个好东西，白小纯自言自语，按着有些痛的额头，起身重新去了酒坊。回来的路上，他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话。路上的行人在看到这一幕后，一个个都神色古怪，还有不少赶紧就避开。白秀才疯了，他都开始自言自语了。他说的号应该是他书童吧，也是一个可怜人啊。来自小县城众人的指指点点，白小纯似乎没有听到，置若罔闻。原本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封锁了一切。 如今在他的世界中多了白浩，似乎整个天地只剩下了他与自己的徒儿。一边喝着酒，一边喃喃。白小纯渐渐的身体又无意识的摇晃起来，一步步回到了庙宇外，靠着残壁，看着天空，目中的迷茫又浮现出来。白浩魂的波动是他黑夜里的灯火，照亮了世界，让本已经不愿去思索未来的白小纯再次有了思绪。浩儿，你说为师该怎么办？是继续去找通天世界的人吗？可我已经找了，从第一次苏醒就开始寻找，只是我找到的都是尸体。 浩，oh, 你记得北寒烈吗？对了，你不认识他。我看到了他的尸体。白小纯摇头苦笑，大口的喝着酒。我不敢继续找下去了，可我又该怎么做？在这陌生的世界，陌生的天地，你要是能苏醒过来就好了，可以帮我想想办法。白小纯轻叹一声，看着那天空的太阳渐渐西下，看着黄昏的余晖洒遍每一处角落，直至快要天黑时，他再次醉了，习惯性的爬了起来，去了酒坊，当在这一整壶酒水，他这夜色再次归来时，酒壶的酒又少了一半。 他的醉意更多，醉生梦死，逍遥痛快。白小纯喊了一声，大笑起来，笑着笑着，他就哭了，跌跌撞撞的拎着酒壶到了破庙前，似想要迈过门槛，可却失去了力气，扑通一声就倒了下来，醉睡过去，手中的酒壶滚到了远处，不多的酒水溢出了一些。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小县城内的灯火，朦胧中透着光亮，可却照不到这残庙的区域，只有冰冷的风吹来，无论是将满地的枯叶滑动。 还是四周竹林的轻微摇晃都露出阵阵萧瑟。渐渐的，随着深夜的降临，四周的风更大了。那滚落在一旁的酒壶，在这风中晃动，被吹得向着远处滚去，一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直至陷入到了一处小洼地内，被一只脚直接踩到了泥土中。这醉鬼早晚得喝死。不过说起来，这醉鬼的钱财倒是不少，都喝了几个月了，居然还有钱财。我们也算是做了件善事。与其被他糟蹋了钱财喝死，不如把钱财给我们，我们也帮他一把，送他去和亲人团聚。 寒风中，三个县城内的痞汉从竹林内走出，目中带着贪婪与戏谑，看向庙宇门边躺在那里的白小纯。这三个痞汉都是小县城内凡俗的帮派之人，他们早就注意到了白小纯，原本没怎么在意，可一次次的看到白小纯去买仙人醉，看着他似乎取用不完的银钱，他们不由得心动了。这么一个醉鬼，口袋又很丰厚，在这三个痞汉眼里，这就是一头肥羊。此刻走出竹林后，只有一人快步走向白小纯，另外两个。 则是在四周望风，实在是对付这么一个醉昏的秀才，他们中任何人独自就可。孙武，赶紧宰了，咱们去粉秀阁好好快活一番。那两个望风的痞汉笑着开口，被他们称呼为孙武的汉子没有半点犹豫，更是没有丝毫的顾忌，快步就到了庙宇旁，站在了醉睡的白小纯的身边。白秀才，早死早投胎，我们帮你一把。孙武目中有寒芒，从怀里拿出一把匕首，向着白小纯的心脏狠狠地刺了过去。他们三人平日在帮派里。 有着寻常百姓感受不到的经历，手中也都有人命，虽算不上什么人物，可也都是心狠手辣之辈。他们从来就没想过留着白小纯的性命，这种外来人死了也就死了。若是没死的话，丢了钱才去报官，他们三人也会有些麻烦。此刻出手就是要杀人夺财。那匕首在月色下散出森寒之芒，眨眼就刺到了白小纯的胸口。那手持匕首的孙武嘴角带着冷笑，甚至都想好了下一幕的画面，知道这秀才必定在疼痛下睁开眼，而他也做好了准备。 另一只手抬起，就要按向白小纯的口，不让他放出声音。这种事他不是第一次做了。可就在匕首碰触白小纯胸口的刹那，一股仿佛刺到了金铁上的反震，因孙武汉用了大力，此刻在这震动中，顿时让他吃痛的惊呼一声。手中的匕首不知为何，竟咔的一下，刀把碎裂。孙武愣了，此刻手都发麻，甚至虎口在这反震下都裂开，滴下鲜血。孙武，赶紧的，干什么呢？远处二人因这四周漆黑，看不清晰。 无奈的低喊了一句，孙武深吸口气，看了看碎裂的匕首，又看了看昏睡中满身酒气的白小纯，他觉得应该是自己的匕首不结实，于是转头从同伴那里又找来一把大刀，向着白小纯的脖子狠狠的一刀落下，咔的一声，比之前还要强烈的反震，顿时就让孙武惨叫一声，双手都要断了，身体被这反震直接掀了个跟头，倒在地上后半天没爬起来。至于那把大刀，也都直接碎裂开来，散落在四周。 而昏睡在那里的白小纯依旧鼾声不断，从始至终都没有半点反应，似乎无论是匕首还是大刀都不如蚊子咬一下有感觉。这一幕顿时就让孙武以及另外两个皮汉都额头冒汗，眼睛圆瞪，身体都颤抖起来，一副见了鬼的样子。他他，这怎么可能？第一千零三十三集，第一个故人。寒风与平常没什么区别，可如今吹在三人的身上，却是让这三个皮汉瑟瑟发抖，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 仙人,人，此人一定是仙人。孙武哆嗦着，都快哭了。一想到自己居然要打劫一个仙人，他就脑海嗡嗡，只觉得命不久矣。仙人算什么？前几年我就看到一个仙人被人乱刀砍死。就在孙武颤抖时，他身边另一个痞汉，或许是有些犯浑，又或者是恐惧害怕到了极致，此刻红着眼，竟从身后取出一把斧子，低吼中直奔白小纯，狠狠的一斧子砍在白小纯的额头上。既然得罪了仙人，左右都是死，就只能拼了。 这皮汉咆哮中，那斧子在落下的刹那，又是咔的一声，整个斧头的木头把直接断开。斧头砍在白小纯的额头上，如同砍在了坚不可摧的磐石上。随着斧头把的断裂，反震之下，那斧头化作寒芒，直接就倒卷中，噗呲一下削在了这皮汉的脸上。太快了，甚至都没有鲜血洒落，所有的伤口都被那斧子彻底堵住。皮汉身体颤抖，退后几步，想要说些什么，可还没等张开口，就直接倒了下来，气绝身亡。 孙武与另一个皮汉，此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惨叫中连滚带爬，恨不能多长出几条腿，疯了一样的赶紧逃走。他们的心中早已恐惧到了极点，甚至都不敢在县城里逗留，抢了几匹快马，就趁着夜色匆匆逃走。庙宇外，寒风中，那具面上被斧子削进去的尸体，半晌后才有鲜血流出，渗入身下的泥土里，一动不动。至于白小纯，此刻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看了看远处的竹林，又看了看一旁睁着眼。 残留着恐惧的尸体，他实在没心情理会这几个凡人，在醉宿中被吵醒，让他有些烦躁。爬起身，晃晃悠悠地走到被踩进泥土中的酒壶处，将酒壶拿了出来，晃了晃后，白小纯靠着墙壁，在这黑夜里也不嫌脏，直接喝下一大口。只有在这醉醺醺中，他才可以让自己的思绪不胡思乱想，不去浮现过去的记忆痛苦，也不去考虑迷茫的未来。喝着喝着，远处的天空慢慢更为漆黑，似黎明将至，夜空欲将最后的水墨全部泼洒出来。 白小纯的神色忽然一动，他的目中乍然露出不可思议，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前方的竹林，更是不敢相信，甚至身体竟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拿着酒壶的手也都在这颤抖中，似酒壶要从其手中坠落。就在这时，前方的竹林内慢慢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这身影穿着一身黑袍，整个人似乎与黑暗融合在了一起，更有森森鬼气在这四周扩散开来，仿佛将这庙宇以及四周的一切都陷入到了森罗境一般。他一样看着白小纯。 一步一步走到了白小纯的面前，站在那里许久之后，长叹一声，这叹息带着沧桑，带着感慨，最终化作了苍老的声音，在白小纯的耳边回荡。还有吗？我也喝点。巨鬼老哥白小纯怔怔的看着面前这高大中却带着老迈的身影，眼睛模糊了。这走来之人，正是巨鬼王。这是白小纯在这永恒大陆苏醒后遇到的第一个活着的故人。巨鬼王明显比在通天世界时老了太多，尤其是脸上还有一道疤痕。 显然，他在通天世界崩溃，被传送到了永恒大陆后，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也经历了凶险。此刻，他的身上也带着疲惫，坐在了白小纯的身边，一样靠着残庙的墙壁，一把从白小纯那里抢过酒壶，放在嘴边狠狠地喝下一口。白小纯呼吸急促，猛地起身，神识更是散开，看向四周。别找了，子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这里只有我。巨鬼王没有抬头，继续喝着酒，声音带着倦意，更有萧瑟。 白小纯似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力量，慢慢的坐了下来，可呼吸却依旧急促。从巨鬼王手中将酒壶重新抢了回来，放在嘴边时已没了酒水。他使劲的摇晃了几下，依旧没有酒水后，白小纯狠狠的将酒壶扔在一旁。巨鬼王没说话，看着白小纯，沉默不语。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许久，白小纯沙哑的开口问道：“我找了你半年。”巨鬼王从储物袋内取出一个酒壶，喝下一大口后，扔给了白小纯，缓缓说道。 当初世界崩溃时，白小纯因与通天道人一战伤势太重，被传送时失去了意识昏迷过去。可在蛮荒魁皇城的巨鬼王却没有昏迷，他亲眼看到白小纯与自己一样，都是被传送到了这邪皇朝的第三仙域内。于是他开始寻找与白小纯一样，在看到了太多的尸体后，巨鬼王的心中苦涩到了极致。可他相信一点，白小纯绝对不会死亡。在这坚信下，他找了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在今天找到了颓废消沉的白小纯。 相比于白小纯的消沉，实际上巨鬼王的情绪也一样不高。经历了蛮荒的大战、世界的崩溃、女儿的失踪这一系列事情，让他堂堂葵皇朝的天王，如今变得一无所有。而他在巨鬼城当初的那些妻妾，如今也都不知在何方。这所有的事情，使得强悍如巨鬼王，也都心中近乎茫然了。自己的臣民，还有往日的辉煌，如今眨眼间，随着通天世界的崩溃，如过眼云烟，都成为了过去。在这陌生的永恒大陆。 摆在他面前的是从头再来。对于已经到了一定年纪的他，每次想到从头再来，他难免心中会有叹息与苦涩。而永恒大陆的酒也是在这个时候被他发现了妙用。这里的酒不但可以醉凡人，一样可以醉仙人。你看到了吗？白小纯拿着酒壶，半晌之后，呆呆开口。他没有说看到了什么，可巨鬼王能听懂。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活人，可老夫相信，虽在传送中死亡了不少，可如今与我们一样能看到星空的人也一定不少。 巨鬼王沉默了许久，沉声说道。白小纯抬起头，怔怔地望着夜空，久久不语。此时此刻，夜空下，在永恒大陆的五处仙域上，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州、不同的郡、不同的城与荒野内，同样有一个个流淌着通天大陆血脉的人们，也在抬起头看着陌生的星空。他们就好似看不见的繁星，若有足够的修为去横扫整个永恒大陆，必定可以看到大陆如星空，这星空中繁星点点，各自散发出不甘心命运。 挣扎中散发出的璀璨光芒。李清后、灵犀老祖、神算子、徐宝才、周子墨、宋君婉，还有铁蛋。当年的他，在那场蛮荒的战争中，因白小纯的疯狂，已经将其忽略了。可他一直远远的看着白小纯，直至世界崩溃，直至传送到了这陌生的永恒大陆上。他看着那些陌生的人，他有些害怕。不过他虽没有感受到白小纯的气息，但却感受到了一股熟悉中带着陌生的波动。于是他找了过去，找到了宋君婉。 而那让他觉得熟悉又陌生的波动，正是在宋君婉的腹中。熟悉的是血脉，陌生的是气息。铁蛋不懂，只是宋君婉那美丽的笑容，让他明白，他要去保护这股气息，保护这道血脉。他相信，早晚有一天，自己可以在这陌生的天地里，再次看到那熟悉的身影。第一千零三十四集，恭喜岳父。当第二天到来时，庙宇外的那具尸体已经不见了，连同抢夺了马匹、连夜逃走的那两个痞汉，也已经永久的消失在了天地内。白小纯不愿理会的事情。 可巨鬼王不愿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对方只是凡人，可对他而言，依旧还是挥手间灭去了一切有可能暴露的风险。而小县城内的帮派因少了三人，也开始了盘查，最终没什么收获，也就不了了之。渐渐的，白小纯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生活，只不过如今的他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去买酒。小县城酒坊的人也渐渐注意到了白小纯的身边多了一个老头。这老头身形高大，一副孔武有力的样子，虽看起来有些沧桑，可仔细一看。 竟也仪表堂堂，与白小纯那白白净净的样子比较，这种魁梧的大汉似更吸引人。脸上的那道疤痕反而更显男子气概，让不少县城内的小媳妇纷纷侧目。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一个月。巨鬼王找到了白小纯后，也没劝说白小纯不要消沉，而是跟他一起天天喝酒，醉生梦死时，二人的话语也就多了。巨鬼王说着自己曾经的辉煌，吹嘘自己曾经的厉害，甚至说起自己在巨鬼城有不少大家闺秀都恨不能爬上自己的床。 白小纯听得有些腻歪，时不时也要刺几句。那个什么家族族长的夫人是谁给我暗示，害得我背上黑锅的？你好色之事，蛮荒谁不知道啊？白小纯懒洋洋地说道。他话语虽不如巨鬼王那么多，可每一次讽刺过去，都让巨鬼王半晌说不出一句。到了最后，恼羞成怒的巨鬼王索性摆出自己的身份：“白小纯，老子是你的岳父！”巨鬼王瞪着眼，一把抢过白小纯手中的酒壶，怒斥道：“别以为你和子墨的那些事……” 老夫不知道，当年若不是老夫暗中撮合，你们的事能成？巨鬼王喝下一大口酒，冷哼起来。提起周子墨，白小纯心中惆怅，沉默下来。巨鬼王一看，内心也有些懊悔，不该说起此事。叹了口气后，他忽然开口：“对了，小纯，你知不知道为何葵皇朝一代代子嗣都很是稀少的原因？”白小纯一愣，看向巨鬼王。此事外人不知道，老夫身为天王，才知道此事。 但凡是修炼了不死长生功的修士，因元阳浓郁，超出寻常修士太多太多，所以凡夫无法受孕。就算是女修，往往也需数十年乃至更久的孕期，才可让体内的元阳成胎。白小纯诧异，此事他还是首次听说，倒也没有太过在意。拿过酒壶喝下后，巨鬼王又连忙说起其他事情，渐渐的，总算是引开了之前的惆怅。巨鬼王这才心底轻叹，看着消沉的白小纯，巨鬼王的目中深处也有一丝忧虑。可他明白。 白小纯受到的打击之大，超出自己太多太多，而他的年龄相比于自己这些老家伙，还是太过年轻了。他要做的不是烈火去烧，而是温火一步步帮助白小纯彻底走出来。这一个月，他已经明显看出白小纯的心态已经不是如最早的时候那么的消沉了，话语多了，笑容也时而能出现几次。时间流逝，又过去了半个月，小县城酒坊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白小纯身边跟着的老头，尤其是这个老头与白小纯的寡言不一样，他很喜欢与人沟通。 左邻右舍，短短的时间内就很是熟络，尤其是二人之间在对话时，那老头多次自称是白秀才的岳父，于是小县城酒坊的人大都在脑海里将白小纯的来历近乎完整的勾勒出来。这白秀才果然是死了老婆啊，他岳父死了女儿，他死了老婆，难怪之前消沉啊。这两人也算相依为命了，如今这世道实在太乱了。酒坊内众人议论的同时，也在唏嘘，而二人之间的斗嘴也在这半个月里越来越多。 此刻黄昏中，在那庙宇内，巨鬼王斜躺在那里，直接将空了的酒壶扔给发呆看着天空余晖的白小纯，懒洋洋的吩咐：“小纯啊，天上只有个狰狞的半张脸，没有花，酒没了，去打壶酒来。”白小纯皱起眉头，被巨鬼王打断了自己的发呆后，他看着酒壶扔了回去，自己去。白小纯，当年你拍我脑袋，甚至绑架我的事，我还没和你计较，让你去打壶酒，你还推三阻四的，你别忘了，我可是你岳父。 巨鬼王一看白小纯这个语气，顿时坐了起来，瞪着眼怒喝一声：“我还是魁族呢！”听着巨鬼王自称岳父一个多月，白小纯耳朵都快生茧了。此刻斜眼看了看巨鬼王，惫懒的说道：“白小纯这句话，顿时就将巨鬼王噎了一下。他喘着粗气，半晌说不出一句话，脑海快速转动，正琢磨如何反击时，忽然的白小纯神色一动。巨鬼王随后也抬起头看向庙宇外。不多时，在这庙宇外有妇人的声音传了进来：“周员外。” 白秀才，老身有大喜的事情要告诉你们啊！这妇人的声音也不知怎么弄的，似乎也都带着喜悦之意。随着话语传来，一个打扮的很是喜气的妇人在身边几个侍女的陪同下，就快步的走到了庙宇内。这不是孙夫人吗？快请！巨鬼王一看到那妇人，眼睛就一亮，没工夫理会白小纯，起身相迎。白小纯叹了口气，自从巨鬼王来了后，这家伙与小县城的不少人很快就熟悉无比，如这妇人。 白小纯在这小县城半年多了，也都不知道对方姓什么。可巨鬼王却一清二楚。此刻，他看着巨鬼王在那妇人身边，二人你一言我一语，时而目中还有些传情之意。白小纯也服气了。巨鬼王堂堂半神天王，能和凡俗打成一片，此事不难。可能熟悉到眉目传情的程度，这种本事让白小纯无话可说。死鬼！孙夫人推了巨鬼王一把，目中带媚，嗔了一句后，赶紧神色严肃了一下。周员外，说正事啊。 城东头杂货铺的张寡妇，虽然夫家死得早，可她平日里很是恪守妇道，尤其是相貌，那在城里是数一数二的。其身家也丰厚无比，这也是周员外你有福气，人家看中你了，托我来问问，你愿不愿意入赘啊？只要你同意，那张寡妇愿意将杂货铺的三成干股作为嫁妆给你。听着孙夫人的话语，巨鬼王愣了一下，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在这小县城居然还能遇到这种事。想到自己堂堂半神，竟被邀请入赘，巨鬼王也都有些尴尬。 实在是这具鬼王虽年纪大了，可魁梧高大的身躯，还有那沧桑中的俊朗，对于上了年纪的妇人而言，吸引之大，好似蜜蜂见了盛开的花朵一般。白小纯也有些傻眼，看了看孙夫人，又看了看巨鬼王，他哪怕在消沉，在颓废，此刻也都忍不住拍着大腿大笑起来。恭喜岳父！这笑声一起，白小纯自己都没发现，内心积累的烦闷与茫然，似也都在这笑声中散去了大半之多。实在是自从巨鬼王出现后。 二人一次次的斗嘴，好似一道道裂缝出现在了白小纯封闭的内心。此刻这裂缝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在这笑声里决堤碎裂。巨鬼王听到白小纯的话语，顿时郁闷。可白小纯正拍腿大笑时，那孙夫人笑眯眯的看向白小纯，悠了一声后，带着喜气的声音传入白小纯耳中。白秀才看来是赞同此事了。你看我，我都忘了白秀才你的喜事了。那张寡妇说了，如果周员外同意的话，他家的女儿。 也就是一个多月前死了夫君的小张寡妇，也是每人一个，你也可以入赘过来。你们爷俩一起的话，他家愿意给出五成干股。那小张寡妇命苦，前头的夫君是个痞汉，鱼肉相邻。那里有白秀才这么知书达理。好在那痞汉遭了报应，听说是被野兽给吃了。孙夫人笑道。白小纯的笑声戛然而止，巨鬼王那边却是在听完后放声大笑起来。第一千零三十五集：邪皇旨意。秋夜已走，初冬的寒风虽不如深冬冰冷。 可在这个季节，也格外的让人觉得身体从内到外都是寒冷的，尤其是那风吹在脸上，好似一把把刀片划来划去。地面上的枯叶虽还可以时而看到，可大都已经翠黄，稍微一碰就会化作粉末四散开来。只有偶尔的一些，还可以在那风中继续飘摇，似哪怕感受到了冬季的走来，也依旧不甘心从此留在这小县城内，而是要远去天边。能在这个季节里，从小县城温暖的家中来到这挡不住风雨的残庙里，去劝说这对父子二人。 可见这孙夫人一旦成功后，那张寡妇给她的好处必定丰厚，这也就让孙夫人格外的卖力，又向白小纯与巨鬼王叮嘱了几句话里话外都是说这个机会对于二人而言可谓千载难逢，让二人一定不要错过。无论是对大小寡妇相貌上的描述，还是对那杂货铺生意上的兴隆，林林总总都是一副若二人不同意就吃了大亏的模样。巨鬼王哭笑不得，哪怕他是半神修士，也没道理去恶语相加，此刻只能赶紧的将那孙夫人劝走。 口中连说此事会考虑后，孙夫人这才离去。眼看孙夫人走了，巨鬼王回过头来看向白小纯时，巨鬼王感慨的叹了口气：“看到了吧，实在是本王魅力太大了。之前在巨鬼城时就是这样，弄得老夫都不敢出门。每一次出门都会让家家户户的大姑娘小媳妇心驰荡漾一番。”巨鬼王很是无奈，可神色上那难掩的得意透出了心中的一片愉悦。没想到啊，在这小县城内，老夫又没有露出修士的身份，依旧还是如此。 这是老夫的过错啊。巨鬼王长叹一声，眼看巨鬼王在这里长吁短叹的陶醉，白小纯有些看不顺眼。尤其是方才孙夫人那里的话，他听得明白，那明显是张寡妇为了让这巨鬼王同意，把自己这里当成了一个天头，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将那死了夫君才一个多月的女儿立刻就许配给自己？我白小纯在凡人眼里，居然连这个老头都比不过！白小纯有些不服气了，斜眼看了看得意洋洋的巨鬼王，冷哼一声：“恭喜岳父啊，居然在这小县城里！” 也都可以从此老树盘根，开枝散叶了。这种好事可千万不要拒绝啊！而且这种大喜事，岂能没酒？岳父，你快去打壶酒来！”白小纯怪声怪气的开口。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巨鬼王习惯性的又一瞪眼，刚要说些什么，可却忽然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的嘀咕了几句：“说起来，老夫对那张寡妇还是有些印象的。有一次去买酒的时候，似乎见过。看到老夫后，他还脸红了，那小模样还挺不错，看起来风韵犹存啊，那身段……” 那屁股还是很诱人的。巨鬼王越说眼睛越亮，尤其是此刻脑海也浮现出了那张寡妇的模样后，他顿时心动了。不行，我要去那杂货铺再去看看。人家一片好意，老夫一生行事光明磊落，总不能辜负了这女子的一片好意。这巨鬼王在蛮荒时就有些好色，尤其是对于风韵犹存的妇人更是情有独钟，不然当年也不会暗示白小纯去将那炼灵家族的妇人送来。如今在这永恒大陆，他虽低落，可还是秉性难改，此刻心头火热。 也都不在乎白小纯的嘲讽了，兴致勃勃的就要走出庙宇，甚至还向着白小纯喊了一声：“小纯，你今天自己在这喝吧，老夫晚上就不回来了。”白小纯顿时傻眼，他虽知道巨鬼王好色，可却没想到这家伙好色到了连凡俗的女子也都不放过的程度。要知道，巨鬼王可是半神强者，凡俗的女子又怎么能……眼看巨鬼王那猴急的样子，白小纯苦笑起来，正要开口时，忽然的，他面色猛地一变，蓦然抬头。 目中竟在这一瞬露出了这段日子来从未在他身上出现过的凌厉之芒。不但是白小纯这样，正准备走出门的巨鬼王也都脚步蓦然一顿，抬起头时，他的目中火热之意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丝毫不弱于白小纯的冰寒目光，一样看向外界。初冬的风此刻吹入庙宇内，似乎也都无法比得过二人的目光寒冷，更不敢在这里逗留，消散在了四周的角落里。很快的，远处就传来破空的呼啸声，远远看去。 只见有三道长虹，以惊人的速度，正从天边直奔这座小县城而来。那三道长虹内，赫然是三位天人修为的永恒大陆修士。这三人有两位在路过这小县城时没有停顿，依旧疾驰而去，只有一位停顿在了小县城的半空中。那是一个中年男子，神色不怒自威，一身天人气息的散开，好似化作了天雷，轰隆隆的在这小县城内爆发开来。这一刻，小县城内的所有凡人都呼吸紧张，瑟瑟发抖。 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家中，都赶紧向着天空跪拜下来。对于永恒大陆的凡人来说，仙人并非传说，虽不是天天能看见，可时而也都可以亲眼目睹。尤其是在这小县城内，就有仙人的府邸，可还是在那天人的波动下，如同处于风暴中，脑海不断的嗡鸣。与此同时，在这小县城的中心一处高塔上，立刻有四道身影，带着急促的呼吸与加速的心跳，齐齐飞出，在半空中向着天空上的那位天人立刻跪拜下来。 这四道身影中，当前之人是个老者，正是之前带着徒儿出现在庙宇内的结丹修士。他身后的三人，除了那童子外，其余两个都是青年，修为筑基的样子。此刻额头带着冷汗，跪拜在那里，头都不敢抬起。拜见上仙！结丹老者高声开口，恭敬无比。天空上的天人修士目光犀利，在这老者身上一扫后，背着手淡淡开口，声音如天雷，回荡八方。奉纵山州半神大尊陈元子之命，通告纵山州全境。 务必加强对通天世界之人的搜捕，绝不可放过任何一人，哪怕是尸体也都要搜集起来上缴州府。对于相助以及藏匿通天世界之人的行为，将严惩不贷，灭其血脉全族。对于因疏忽大意，从而使得通天世界之修居住在了所辖范围者，一旦查清，废除修为，绝不轻饶。汝等可不要执法犯法，为自身留下滔天祸源。同时，对于筑基以上的通天世界修士，更要不惜一切，全力抓捕。 此事是邪皇旨意，更拿出大量赏赐，尔等不可玩忽职守。一句句话，一个个字，透出冷酷之意，传遍小县城的同时，也让此地的所有人都一个个颤抖。那结丹老者同样如此，在这威压下，身上汗水浸透全身，大声保证：属下必定恪守大尊之命。若有通天世界之人出现在辖区内，卑职必定为邪皇、为大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半空中的天人修士缓缓的点头，神识扫过下方。 没有看出什么异常后，转身一晃，立刻远去。他还要去其他城宣读旨意。原本此事传音就可，但为了显示重视，哪怕他身为天人，也都难免要与几个同道盘查纵山州全境。随着此人的离去，县城内许久也都没有恢复过来，无人敢大声喘气。那结丹老者更是立刻下令，发动县城的帮派之力，开始了一轮搜查。庙宇内，白小纯目光冰冷，巨鬼王同样如此。他身上有通天世界之人的血腥味。 白小纯慢慢开口，巨鬼王冷哼一声，身体一晃飞出。第一千零三十六集，鬼母坐镇，都怪那些通天世界的杂碎。纵山州内，在小县城不远处的天空上，此刻那方才气息充满压迫力的天人修士正向着远处疾驰。这修士虽是中年，可目中还是充满了傲慢之意。实在是作为整个纵山州内的最年轻的天人强者，他有足够的信心，自己在这样的起点下，必定能走出其他人远远不及的未来道路。虽说半神之境，或许有些不大可能。 但依靠时间的积累，在岁月的末年时，成为天人大圆满，此事他有很大的把握。通天世界的人既然被传送到了我邪皇朝，老老实实的被奴役不就得了？何必挣扎反抗？就是再怎么抗争，又有什么用？这中年修士冷笑起来，想着这半年多来，从整个纵山州内被搜索到的那些通天世界的修士，他就目中有轻蔑闪过。听说他们那里就连魁皇朝的传承也都几乎要断了，出了个什么天尊，不到大成也敢称天尊，还有个魁祖。 中年修士摇头，心底的不屑更多。不过说起来，这通天世界的血脉以及炼灵倒是足够惊艳。想到这里，中年修士目中也都有些火热，尤其是一想到邪皇宣布的奖励后，他前行的速度更快了。最好能抓一个通天世界的天人。这中年修士正心内有所期待时，忽然的，他四周的天地蓦然扭曲，这扭曲太快，以至于他只是一愣，甚至还没等反应过来，从其前方的虚无内就突然的伸出了一只手，直接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你中年修士眼睛猛地瞪大，内心更是在这一刹那陷入极度的震恐，想要挣扎反抗，可脖子上的大手只是一捏，顿时一股让他骇然的修为风暴，直接就轰进其体内，摧枯拉朽，毁灭一切反抗之力。半神！这中年修士内心尖叫，恐惧颤抖中，来不及去发出任何音讯，就被那如风暴般轰入体内的修为之力直接镇压了所有意识，整个人顿时昏迷，被那大手一把拽入虚无中，消失不见。从那大手出现。 直至消失，一切都是在眨眼间发生，奇快无比，没有丝毫波动扩散，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小县城庙宇内，白小纯面色难看，坐在那里，冷冷的看着此刻踏入庙宇一样面色阴冷的巨鬼王。在巨鬼王的手中，如提着一只小鸡般拎着的，正是那之前不可一世的天人修士。到了白小纯近前后，巨鬼王一抬手，那天人修士就被扔到了地面上，砰的一声后，他的身体震动，缓缓睁开了眼睛，再看清了四周。 看到了巨鬼王与白小纯后，这天人修士呼吸急促无比。你们是谁？中年修士立刻嘶声开口，心神此刻大浪滔天。他立刻就感受到了自己的修为已经被彻底封死，此刻好似化作了凡人。而那将自己抓来的老者，在他看去，半神波动虽限制在了一定程度内，可那恐怖的威压让他立刻就明白，那老者绝非寻常半神，甚至这种威压在他感受里，比纵山州的半神大尊臣元子还要恐怖惊人。而当他的目光， 落在了盘膝打坐、面无表情的白小纯身上时，从白小纯身上散出的无形之意，好似穿透了他的身体，直接在他的世界内化作了天崩地裂的轰鸣。那种含而不发的气息，那种全身上下似让这天地也都震动的感觉，那种似乎一道目光就可将自己从内到外全部摧毁的可怕神识，让这中年修士脑海的轰鸣超出了之前十倍以上，疯狂的爆开，使得他全身的颤抖根本就控制不住。那种骇然，那种震撼，远远超出他在看向巨鬼王时。 天天尊中年修士话语都变了音调。白小纯给他的感觉，他只有在多年前，随着半神大尊去拜见第三仙域的天尊时，才有过类似的感觉。似乎坐在自己前方的不是修士，而是一尊真正的神。此刻他已经不需要去问面前这二人的身份了，他们的身份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呼之欲出。你是魁祖白小纯，中年修士声音颤抖，顿时就放弃了一切的对抗心思，吸气色道。白小纯目中一闪，能知道自己的名字，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他的心中杀意也随之强烈而起。你的来历？巨鬼王在一旁同样眯起眼睛，淡淡开口。知道了白小纯的身份后，对于这将自己抓来的老者，中年男子也有很多猜测，可惜无法对应所听说的通天世界半神之修。不过他已明白，今天自己是九死一生，就算不痛快的开口，对方也有办法让自己说话，索性没有隐瞒，痛快的说出：“晚辈是邪皇朝第三仙玉天尊坐下，第十七州纵山州大尊麾下李海。”李海低声开口。 眼看白小纯那里眉头微皱，李海内心哆嗦，赶紧补充：邪皇朝一共六位天尊轮换坐镇第二以及第三仙域，如今坐镇这第三仙域的正是鬼母天尊。鬼母？不是广目天尊吗？白小纯眯起双眼，巨鬼王那里也是内心一跳，实在是鬼母这个名字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陌生，尤其是公孙婉儿当初在蛮荒形成的浩劫，以及守灵人出手的一战，对于巨鬼王而言至今记忆犹新。毕竟鬼母的神通道法。 与他所修炼之术四世同源，这就让巨鬼王呼吸急促了一下。他与白小纯在这第三仙域内之前的半年时间，看似颓废，可该知道的事情也都知晓了。如这第三仙域的天尊，他们所知不是鬼母，而是一位道号广目的天尊坐镇。可如今从这李海口中却听到了另外的答案。巨鬼王眉头一皱，一步上前，在那李海的颤抖与求饶中，一把按在了李海的天灵上，修为轰然散出，显然已经不耐，要亲自搜魂确定。 凄厉的惨叫从李海口中传出，可却传不出这妙语。他身体颤抖，七窍流血，被搜魂的痛苦让他恨不能自爆而亡，可却无法做到。一如之前曾经被他搜魂的通天世界修士般，此刻在这无法形容的剧痛下，渐渐神识崩溃了。有没有侯小妹、张大胖或者其他人的消息？白小纯轻声问道。巨鬼王面色越发阴沉的抬起手时，李海喷出鲜血倒了下来，已是形神俱灭。没有消息，只是知道鬼母是一个月前到来。 换走了广目天尊，巨鬼王缓缓开口：“白小纯说的两个人，他不认识，也没有在李海记忆里找到。如今这鬼母座下共有半神大尊十七位，分别镇守第三仙域的十七个州，而每位半神大尊麾下有十个不等的天人。邪皇有令，倾其邪皇朝之力，搜寻通天世界之人。这鬼母更是卖力无比，发动第三仙域之力，大范围的寻找，整个第三仙域都在疯狂的抓捕通天世界之人，就算是尸体也都被他们搜集。而这一切。” 除了阴邪皇朝本身要吸纳通天世界之人壮大自己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通天世界有着独一无二，无论是邪皇朝还是圣皇朝都无法模仿的道法，也就是炼灵。炼灵是只有通天世界之修独有的炼法，甚至邪皇朝与圣皇朝研究之下，也都很难模拟。只有具备通天血脉之人才可施展。所以，不仅仅是这第三仙域，邪皇朝内三大仙域如今都在越发大范围的搜寻。而相比于邪皇朝，圣皇朝同样如此。 只不过，邪皇朝对于通天世界之人的态度是毫不掩饰的奴役为主，而圣皇朝则打着相助相帮的名号，在这怀柔中藏着同化相融的目的。巨鬼王陈生将自己在李海身上搜魂得到的消息全部说出。说完后，他抬头，目光炯炯地看向白小纯。小纯，我们不能再这么消磨下去了。第一千零三十七集，希望与崛起，都怪那些通天世界的杂碎。纵山州内，在小县城不远处的天空上。 此刻，那方才气息充满压迫力的天人修士正向着远处疾驰。这修士虽是中年，可目中还是充满了傲慢之意。实在是作为整个纵山州内的最年轻的天人强者，他有足够的信心，自己在这样的起点下，必定能走出其他人远远不及的未来道路。虽说半神之境或许有些不大可能，但依靠时间的积累，在岁月的末年时，成为天人大圆满，此事他有很大的把握。通天世界的人既然被传送到了我邪皇朝，老老实实的被奴役不就得了？ 何必挣扎反抗？就是再怎么抗争，又有什么用？这中年修士冷笑起来，想着这半年多来，从整个纵山州内被搜索到的那些通天世界的修士，他就目中有轻蔑闪过。听说他们那里，就连魁皇朝的传承也都几乎要断了，出了个什么天尊，不到大成也敢称天尊，还有个魁祖。中年修士摇头，心底的不屑更多。不过说起来，这通天世界的血脉以及炼灵倒是足够惊艳。想到这里，中年修士目中也都有些火热。 尤其是一想到邪皇宣布的奖励后，他前行的速度更快了。最好能抓一个通天世界的天人。这中年修士正心内有所期待时，忽然的，他四周的天地蓦然扭曲，这扭曲太快，以至于他只是一愣，甚至还没等反应过来，从其前方的虚无内就突然的伸出了一只手，直接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你中年修士眼睛猛地瞪大，内心更是在这一刹那陷入极度的震恐，想要挣扎反抗，可脖子上的大手只是一捏，顿时一股让他骇然的修为风暴。 直接就轰进其体内，摧枯拉朽，毁灭一切反抗之力。半神，这中年修士内心尖叫，恐惧颤抖中，来不及去发出任何音讯，就被那如风暴般轰入体内的修为之力直接镇压了所有意识，整个人顿时昏迷，被那大手一把拽入虚无中，消失不见。从那大手出现，直至消失，一切都是在眨眼间发生，奇快无比，没有丝毫波动扩散，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小县城庙宇内，白小纯面色难看，坐在那里。 冷冷地看着此刻踏入庙宇一样面色阴冷的巨鬼王，在巨鬼王的手中，如提着一只小鸡般拎着的，正是那之前不可一世的天人修士。到了白小纯近前后，巨鬼王一抬手，那天人修士就被扔到了地面上。砰的一声后，他的身体震动，缓缓睁开了眼睛。在看清了四周，看到了巨鬼王与白小纯后，这天人修士呼吸急促无比。“你们是谁？”中年修士立刻嘶声开口，心神此刻大浪滔天，他立刻就感受到了自己的修为已经被彻底封死。 此刻好似化作了凡人，而那将自己抓来的老者，在他看去，半神波动虽限制在了一定程度内，可那恐怖的威压让他立刻就明白，那老者绝非寻常半神，甚至这种威压，在他感受里，比纵山州的半神大尊陈元子还要恐怖惊人。而当他的目光落在了盘膝打坐、面无表情的白小纯身上时，从白小纯身上散出的无形之意，好似穿透了他的身体，直接在他的世界内化作了天崩地裂的轰鸣，那种含而不发的气息。 那种全身上下似让这天地也都震动的感觉，那种似乎一道目光就可将自己从内到外全部摧毁的可怕神识，让这中年修士脑海的轰鸣超出了之前十倍以上，疯狂的爆开，使得他全身的颤抖根本就控制不住。那种骇然，那种震撼，远远超出他在看向巨鬼王时，天天尊中年修士话语都变了音调。白小纯给他的感觉，他只有在多年前随着半神大尊去拜见第三仙域的天尊时，才有过类似的感觉。似乎坐在自己前方的。 不是修士，而是一尊真正的神。此刻他已经不需要去问面前这二人的身份了，他们的身份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呼之欲出。你是魁祖白小纯？中年修士声音颤抖，顿时就放弃了一切的对抗心思，吸气色道：“白小纯，目中一闪，能知道自己的名字，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他的心中杀意也随之强烈而起。你的来历？”巨鬼王在一旁同样眯起眼睛，淡淡开口：“知道了白小纯的身份后，对于这将自己抓来的老者。” 中年男子也有很多猜测，可惜无法对应所听说的通天世界半神之修。不过他已明白，今天自己是九死一生，就算不痛快的开口，对方也有办法让自己说话。索性没有隐瞒，痛快的说出：“晚辈是邪皇朝第三仙域天尊，坐下第十七州纵山州大尊麾下李海。”李海低声开口，眼看白小纯那里眉头微皱，李海内心哆嗦，赶紧补充：“邪皇朝一共六位天尊，轮换坐镇第二以及第三仙域，如今坐镇这第三仙域的正是鬼母天尊。” 鬼母，不是广目天尊吗？白小纯眯起双眼，巨鬼王那里也是内心一跳，实在是鬼母这个名字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陌生，尤其是公孙婉儿当初在蛮荒形成的浩劫，以及守灵人出手的一战，对于巨鬼王而言，至今记忆犹新。毕竟鬼母的神通道法与他所修炼之术四世同源，这就让巨鬼王呼吸急促了一下。他与白小纯在这第三仙域内之前的半年时间，看似颓废，可该知道的事情也都知晓了，如这第三仙域的天尊。 他们所知不是鬼母，而是一位道号广目的天尊坐镇。可如今，从这李海口中却听到了另外的答案。巨鬼王眉头一皱，一步上前，在那李海的颤抖与求饶中，一把按在了李海的天灵上，修为轰然散出，显然已经不耐，要亲自搜魂确定。凄厉的惨叫从李海口中传出，可却传不出这妙语。他身体颤抖，七窍流血，被搜魂的痛苦让他恨不能自爆而亡，可却无法做到，一如之前曾经被他搜魂的通天世界修士般。 此刻，在这无法形容的剧痛下，渐渐神识崩溃了。有没有侯小妹、张大胖或者其他人的消息？白小纯轻声问道。巨鬼王面色越发阴沉，的抬起手时，李海喷出鲜血，倒了下来，已是形神俱灭。没有消息，只是知道鬼母是一个月前到来，换走了广目天尊。巨鬼王缓缓开口。白小纯说的两个人，他不认识，也没有在李海记忆里找到。如今这鬼母座下共有半神大尊十七位，分别镇守第三仙域的十七个州。 而每位半神大尊麾下有十个不等的天人，邪皇有令，倾其邪皇朝之力搜寻通天世界之人。这鬼母更是卖力无比，发动第三仙域之力，大范围的寻找，整个第三仙域都在疯狂的抓捕通天世界之人，就算是尸体也都被他们搜集。而这一切，除了因邪皇朝本身要吸纳通天世界之人壮大自己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通天世界有着独一无二，无论是邪皇朝还是圣皇朝都无法模仿的道法，也就是炼灵。 炼灵是只有通天世界之修独有的炼法，甚至邪皇朝与圣皇朝研究之下，也都很难模拟。只有具备通天血脉之人，才可施展。所以，不仅仅是这第三仙域，邪皇朝内三大仙域，如今都在越发大范围的搜寻。而相比于邪皇朝，圣皇朝同样如此，只不过邪皇朝对于通天世界之人的态度是毫不掩饰的奴役为主，而圣皇朝则打着相助相帮的名号，在这怀柔中藏着同化相融的目的。 巨鬼王陈生将自己在李海身上搜魂得到的消息全部说出。说完后，他抬头，目光炯炯的看向白小纯。小纯，我们不能再这么消磨下去了。第一千零三十七集，天色已晚，寒风更浓。四苍穹也意识到了这一瞬，在这庙宇内之人的心绪，那呜咽的东风也越发的寒冷，吹过大地，吹过县城，吹过千家万户后，陷入黑暗的天空上，那一片片肉眼已看不清的，似与黑夜融合在一起的乌云。 也在这一刻传来了几声闷雷，轰隆隆的雷声在这天地内回荡后，渐渐的，或许是雨水，或许是雪花，从天而降，雨中带着雪，雪中又有雨，在这初冬的季节，在这急促而又缓慢中洒落大地。残破的庙宇遮不住雨水，也自然挡不住寒风与雪花。很快的，在白小纯与巨鬼王的身边，就有雨雪顺着屋顶上的残缺落在了地面上。四周的枯叶在这雪雨里瑟瑟发抖，似乎努力的想要让落在身上的雪。 尽快的化作雨水，可却忘了那雨水比雪花更寒冷。面对巨鬼王的话语，白小纯就如同那枯叶，他虽没有发抖，可心中似被雨雪洒落，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更为冰寒了。的确不能这么下去了，杀吧，能杀多少我们就杀多少。白小纯喃喃低语，右手捡起一旁的酒壶，习惯性的正要喝下，可巨鬼王目中露出一抹怒意，上前猛地一挥手，直接就将白小纯的酒壶拍飞。那酒壶落在远处，直接碎开，散落一地的酒水。 转眼分不清是酒还是雨雪了，这白秀才应该是赶考落榜，没脸回家，这才整日买醉。不对，要我说，这白秀才必定是家里死了人，估计是路上遇了劫匪，受不了这刺激才会如此萎靡。酒坊内的众人记不得这白秀才来买了多少次酒，此刻看着对方那颓废的模样，都在猜测感慨。这嘈杂议论之声传入青年耳中，他如没有听到，摇摇晃晃地走到了酒坊柜桌前，把手中的酒壶放。在。